古有华山论剑，现有大选论英雄。国庆之南亚一旦选前已经硝烟四起，今天提名日，各路英雄打着旗帜，拿着出兵符到提名中心上马待命。国政候选人在千人大队簇拥下抵达提名中心，西盟声势也不弱，几百人助阵加持，伊斯兰党同样是一片绿海。选举官在提名结束半小时后宣布亚一旦一国二州，也就是永平和石马郎州席全都上演国政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的三角战。亚一旦国席将有园区首土的魏家祥，肩负屠龙任务的刘振东和伊斯兰党的马迪马旺。Pengundi-pengundi di Parlimen Aitam ini ialah majoritinya Islam Melayu. Saya anggar dalam 30,000 pengundi Islam Melayu. Jadi saya memang yakin dan percaya bahawa pengundi-pengundi Melayu Islam ni akan mengundi saya. 既然我们做了决定要迎战的话，不管谁来，投票并不是看你的信仰，投票是看你的政治信仰和你选的那位代议士是否能够那么达到你的要求和标准。我觉得在三强鼎立的还有霹雳，安顺、巴硕、博达马和曾吉荣州议席全都上演三角战，同样是国政、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的战场。国政支持者8:30在草场集合后，护送候选人步行到提名中心。希望联盟人选也在口号萦绕下抵达安顺市议会礼堂提名。三个阵营的支持者分隔各地，虽然支持者互相叫嚣和喊口号，但没有不愉快事件。选举官在提名结束2小时后宣布马秀强、尼可敏和伊斯兰党的阿莫拉马战顺利提名，王王对决正式开打。